去年在家办公，忘了和冰箱保持社交距离，所以今年要开发一些既有营养又好吃的食品。鱼肉角瓜馅的包子，原料很简单，一条鱼肉用巴沙鱼，一根角瓜，把它们都切碎，再加一根葱，一小块姜切碎，加一个鸡蛋，两匙油，加一点花椒粉，少量盐，还有虾皮儿，充分搅拌以后，馅儿就可以了。去发好的面擀成面皮，然后往里放，加入馅料，包起来。多余的面混在一起，最后还可以再多做两个包子。做好的包子放在蒸锅里蒸18分钟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个包子的主要特点是清淡鲜美，最重要的是卡路里低。